2021年北京图书订货会3月31号开幕，辽宁出版集团携旗下11家出版单位及新媒体公司，遴选数千种重点新书及全媒体产品精彩亮相，集中展示了辽宁出版集团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成果。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，辽宁出版集团展区核心分为主题出版图书、经典精品图书、地域文化特色图书、畅销品牌图书四大板块。其中，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历时3年的重点出版工程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》现已推出80卷，即将于今年4月份完成100卷本出版工作，献礼建党百年。这是呢，我们国内第一套权威、全面、系统考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的大型主题图书，这也是辽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，尤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出版的代表性成果。辽宁出版集团在唱响时代主旋律的同时，也在持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辽宁美术出版社通过《山高水长》《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》等一系列图书，全方位展现唐宋八大家文学与艺术中的精神价值，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。我们想通过这一系列的丛书，向全国读者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，进一步提升民族文化自信，让读者领略大家风采。据了解，本届北京图书订货会将持续到4月2号。本台报道。